韩国青龙系列大奖日前完美落幕，而因出演换成恋爱二爆红的贤奎也惊喜现身颁奖典礼。在典礼结束后，贤奎就在社群上传多张和大咖演员的合照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贤奎和车银优的合照，只见两人穿着黑西装，两人大长腿超吸睛。而在韩网引起讨论的是，贤奎站在超高颜值的车银优身边竟然没有输，照片一出，网友们纷纷留言，贤奎竟然成功生存下来了，竟然有可以在车银优身边生存的普通人，看来贤奎真的很帅啊。另外车银优越来越精致帅气的外貌也让众人大赞不已。